粉丝的力量有多大，你永远都想不到。从去年新晋小鲜肉的速度，人气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超我们想象。蔡徐坤这位爆红的小鲜肉在微博上的粉丝超过500万人，热度超过李易峰、张艺兴等前辈，创造着粉丝造星时代又一神话。前段时间，蔡徐坤粉丝因蔡徐坤节目录制期间上交了手机无法更新微博，而豪气的给蔡徐坤充值了70年会员，这一举动直接将蔡徐坤送上了微博热搜，让蔡徐坤一时间成为练习生们羡慕的对象，连蔡徐坤自己都感到惊讶。继会员应援之后，粉丝们以粉丝独立应援的形式亮相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 LED 大屏，让世界看见蔡徐坤。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，平均客流量4000万人次，人员流量1亿人次，是全球瞩目的商业核心地段。本以为这些就够厉害了，没想到最近粉丝又有了新动作。蔡徐坤粉丝直接给 idol 送了一颗星星，并称以你和我们的名字命名，坤 and icon 送给你。看到这里不禁感叹，蔡徐坤的粉丝简直是太给力了。